阿公早上去乡间小路啊，去老街啊。阿公估计选了4点钟去找你，看你会不会出现。阿公一直回头看啊，你都跟着阿公后面走，走了一辈子，阿公回头看也没看到你。要回家哦，记得哦，记得要回到你最喜欢的家家哦，记得啊，宝贝。宝贝。也不动不痛，一切等待了。我们要放下心中一切，心无挂碍，一心观想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会升现白光，脚踩莲花，来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再也不用受到轮回的痛苦了。那么，我们的家人都在这边祝福你哦，祝福你一路好走。 虽然我们的心中对你充满着不舍，还是希望你能够在佛祖身边跟经闻法，跟你的小菩萨，他们那里也要保佑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哦。阿弥陀佛。那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你们跟美女做告别了，好不好？辛苦辛苦。把电我们也写下六，可以让大家在身边吗？需要我服务的地方这边有服务的，好吗？ 可以了，我们可以了。你的爸爸从日本赶回来看你了，你的爸爸来看你，爷爷跟奶奶来送你，爸爸跟爷爷和妹妹，真是乖乖了，好吗？